ライダルマスターシンデレラガールズスターライトステージ。いろんな温泉に入って、わ、バボバボちゃん、カリンちゃん、ユニットの編成や包包真的太小了。ユニットの編。早期来过。Watch out today。爬塔要紧。啊，今天能爬到三五吗？还有六十不到，打三组。誇り高き魂を胸に。
ちましょう。誇り高き魂を胸に。Hello， 帅友和 Moi， 晚安哦。两天只睡四小时，太累了吧？虽然我觉得今天差两等，差两等，为什么我没有发现？我为什么不打二十八？竟然没发现差两等？为什么不打二十八呢？哎，傻瓜！一点，一点。好了，好了一点。我慢しないで、熱上げてこ。我现在跟昨天一样，等一下才要到第三十二层。所以今天应该是不开邦邦了啦，因为邦邦活动还多一天，多 CGSS 一天 ，CGSS 一天，今天就趴塔吧。
我好久没打这首歌了。今天目标不要定太多好了，四十层，还是这样还是太多。从现在打两个半小时。もっと欲しいの？欲張りなんだから。昨天抽完档案没有想到，但是后来才想到说一个形容词，真的是档案抽完量出新高度，好久没有这么量了。虽然今天马娘一发还是免费的，5000个哦吼，5000个。8648，1500的三手也不够。5000MSCon，哎呦，哇，那看来是不行。这也太干了吧！切利梅利切利，那什么？切利梅利切利切，什么歌？那怎么？还是不会打那个。
哦，手好酸啊！僕の声はどこかに届いたと。そう。打休闲歌就好。未赛呢。輝いた瞬間の連なりがこの結果さ。目的不同。不是，所以那首歌到底是哪一首歌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。7AD 是谁？Cherry 哦。没有呢。要买吗？这台机器我一直都不会用哎。刚打那一手右手超酸的，酸到有点影响我心情了。
挥剑。私できました。好累。今天从早上就蛮不顺的，打 DGMS 力不从心。今天下午有在玩的，反正是那个麦块的 speed run， 虽然最后没有成功，打了3个小时。Oh my， 早点休息，辛苦了，晚安喽。打了3个小时的麦块 speed run。找那个中介要塞的时候，14颗眼睛哦，丢到剩11颗，想说啊，应该有一颗就好了吧，零，中介传送门零，哦，超难过。在旁边开了个地狱门，想说去找一只安德，因为其实烈焰感那个道具是够的。结果找到安德之后，我一手拿船，一手拿火把，安德朝我冲过来的时候，我要放船，就差了30根火把，然后我就被安德锤死了。
最气耶。想想昨天才爬几层啊，22到31，哇，那今天想爬到40也是蛮贪心的。感觉刷不完啊，好懒哦。DJ Max都忙不过来了，为什么还要爬塔？懒惰。3717，还差多少？1000几？1300哦，打两手700的。太晚开始打了，前面空了好几天。700了。先来一首800的啦。啊，这首才刚好800吗？哦。断中间怎么办？痛苦啊。不要 Garden Notes， 今天不打。我怕打完的话，我可能直接关台。不要 Garden Notes， 今天不打那一首。
下次可以试试看左手点不点得来。500就可以了。500就随便都有，550、600。Kurenai 啊，对啊，还有 Kurenai 啊。都忘了，还有 Kurenai。combo 不行 ，Kurenai 没有接过啊。如果是什么，比如说像现在是什么 perfect 数和 great 数的话，可以。combo 可能靠塔或者是那个吧，重力。重力好像也蛮多的吧。还是我记错到底要9.5还是9.6嘞？9.5有点太慢，9.6有点太快了。问题应该是分数，看看咯，因为我不知道分数要求是多少。一手100万的话，好像还过得去啦。除非要求什么一手可能110万以上，那就会有点压力，就会有点压力。Cute 五手240，受不了哎、欸！怎么都是这种课题啊？240要靠十手。哎。哪一首是30？哪一首是30？可不可以跟我讲哪一首是30？哪一首是30？活动歌哦。啊，30乘8好像刚好240，其他都是要9首。哇，
三十乘八，那不行啊，它是彩色的，它还不是 Q 的，那没办法，那没办法，那还要五手 Q 的，那只能打九手了，哎呀，没法度了。誇り高き魂を胸に。我等下开看看，看看就好。如果我直觉不行，马上调回来。其实 IDC 也蛮适合这一手的啦。完全相反哦，刚好滑到完全相反。世界を照らす夜明けの光、見つけました。哦，这个、哦、打过我不要，直接反驳。看到那个那选择难度，就想起来打过的是什么 ？No。
私がここまでできるなんてすごい。見てくれましたか？私最高のステージができました。好，接着。哎，打不过了吗？今天好像打不过，好像是打不过。打不过了吧？看到蓝黑就想虚，不能这样滑呢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咪吼跳这一首味道完全不一样，超赞，变很像。哦，240呢，到底。这一天爬一层也不太可能，活动就一个礼拜了。哟，重力就724啊。啊，比塔多一点。我要先把那个视窗跳掉，不然
余光一直瞄到那个蓝黑闪来闪去的。忍不住想去。今天爬得到35吗？等一下，今天爬得到35吗？今天能到35吗？觉得有点远啊。始めていくよ。続いてラジオネームおもしろくんさんからのお便りです。大好きな人の隣の席にいるのに話が噛み合いません。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？別に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。だって近づけた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觉得那个。私が上げた熱は冷めないよ。ずっとね。场景的那个 CCTV 很抢戏，监视器啊。哇，我有编组不对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糟糕，竟然没有编。私の夢、みんなの夢、見ててください。还是不会在后面。みんなが見ていてくれたから、私できました。見てくれましたか？私最高のステージができました。吸一下兄弟。
だから飛び切りのおしゃれしたいな。こいつも出ちゃいました。こいつに当たったほっぺたがまたきっと夢は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、夢はチャンスをくれるの。赤いリップでベイジンカーがママキャンディー、おしゃれの初恋もね大好きを全部叶えたいな、知りたいな。ロマンティックはタイミングいいでしょ、フィーリング優しさ強いスマイルで夢叶えるから未来に踊るから。赤いピースでベイビーカーがママキャンディー、おしゃれの初恋もね大好きを全部叶えたいな、知りたいな。ドラマティックにチェンジいいでしょ、チャーミン優しさ強いスマイルで夢見る今日から未来を描くから、一緒に輝きましょう純粋な国。また一つ私の中に歴史が刻まれました。見てくれましたか？私最高のステージができました。还差多少？53，两手57可以吗？对不对？53吗？两手十七，可要算好了。红的27哦，4444，这个经验，天哪！53，一手28，一手25也可以吼。找一首红歌来打。見せますよ。可要算好了，不然就要多打一手了。
に輝きましょう。私の手を取って。果然还有純粋な国。また一つ。七二班名是什么？歴史が刻まれました。等级有到吗？七二班名是什么？现在好像还差27等，还是26？一加一，这好像也是第一次打这么好哦。差26，对啊，差26。首先你要先告诉我饥饿班比是哪一所。哎呀，第二班比是哪一首？我不知道，要先跟我讲。Hungry 哦，看一下。我拼错吗？27，27可以啊。僕が僕たるゆえ、見るがいい。这手箭头很多吗？箭头很多要先讲欸。那个虽然不知道没有那个有没有接到，就是好像还不错，初见，初见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
差点 full combo。哇，真的差一点。这手 combo 也多啊，826。33层，子弟，等一下我都 BS， 哎，怎么跑掉了？哦，气死哎！可能 OBS 怎么多个四窗把它关掉，就到底智障了。1500万什么？总粉丝哦，好像是。1500万有什么吗？石头、称号还是什么？感觉变这么黑呀、啊！104，没错啊，34层。万人获得5000 mass combo， 700康的歌要7首，700康的歌要7首，咚！而且700要打满，一会还要一半人，哇塞，万人！一万人快一点，要3首歌哎、欸！啊，10000人啊！如果是1200人的话，要8首歌；1300人的话，也要8首歌。所以8为单位就是了。啊，如果是8首的话，6×8=48。也要还是要700康、啊，嗯，一场多少？1400人，1400人也是要8首吧？先看一下一场可以多少？加粉的机会啊！没关系啊，加粉，红色的打粉丝啊！现在不用要求分数吧？这个任务10000粉和多少？5000康，10000粉，头痛啊！
是选错歌了呢。哦，气死欸，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啦？Combo 有两百吗？我知道跟分数有关啊，只是那种加40%粉的和加分数，想尝试看看。236 ，suck。1100粉，哇，有够少。想一想，才1100粉，5000 Miss Kang，魔法队是哪一队？不然就是打彩色的，然后用那个。整队的咪猴去打，黑线当队长，自己组纯色，来点选 TS。各方面来说都很困难。一，我不知道哪张是黑线；二，我不知道哪张是 TS； 三，我不知道什么是 TS； 四，我不知道什么是灰线，什么是黑线。所以各方面来说都很困难。队伍选错了，靠，87。
私がここまでできるなんてすごい。見てくれましたか？私最高のステージができました。1400。这个歌太少了。真的觉得脑袋已经塞不下其他名词了。这样打三次还不知道会不会反。打红色的是刚好满，上面那一条，打三色应该是。哦，满了。私がここまでできるなんてすごい。那只能这样打啦，虽然第一手爆掉了。見てくれましたか？私最高のステージができました。还是其实只要打一次就好了，仔细想想。不是打两次，毕竟 combo 不会这样， combo 还是欠啊。914乘以5 4500 4570。combo combo。6463。
韩国就是这一首比较多而已啊。哦，受不了。这首也800。才一半啊，才一半啊，啊！62%。718。这个没有康复。熱上げてこ。差点忘记，敲来敲去，眼睛在瞄别的地方。哎，最好啦，竟然滑没有判定。
说也可以。もっと欲しいの欲張りなんだから。就那一个没滑到的，哦气！真的是哦，还破纪录，真是的。600ひとり前摩擦力好像变大了，
送你一只章鱼。那手打起来很心烦耶、欸、送你第二只章鱼，一千康，一千康一定要打两手，哎呀！早没有嘞，奇怪。没有，我不是要找 TS， 只是要找任何一只猕猴都可以。该不会后面的层数每一层都打个快十首歌这样子，会不会？那我们还有多少？十五层，150首歌要打。有没有比较轻松的层数啊？不要每层都这么硬，好不好？誇り高き魂を胸に。加200。心が落得这么惨吗？
No！ 爆炸！哇，多打一首歌。啊！为什么是这边啊？受不了哎！差多少？八十。世界を照らす夜明けの光、見つけました。哦，真的差八十，气。四十哦。哦，啊，吐啊！我打一首歌。这种 miss combo 的压力很大哎。第一首歌爆就算了，怎么连最后一首歌都爆啊？好像总共多打两首了吧？算了，没算了。就这一首还破500，想说这一首会断很惨的，这一首还破500，啊，双翼到底，竟然被双翼杀，又漏又只漏一个。不要再打八首十首了，好不好？哦哦哦，受不了，可以不要打了吗？真的还有150首歌等着我们打。哦。
好累。250不能30乘以8了，再怎么样都要九首了。25乘以8也是，25乘以所以就是九首了嘛。好了，跑不掉九首，乖乖打给你。不要打二十，然后他是往外的、哦、那个箭头。往内的見えないけど往外的30乘9还是要9首啊，还是要9首啊，同样是9首的话，26乘9和30乘9好像差不多啊，都是9首，就不要再 care 那一首了，反正只要打8首和10首我觉得差不多。那就这样打了、啊。28×9 25哇。啊，说要打十首，十首跑不掉了。好啦，十首啦，都一样啦。不要 care 那一首了。十首就是半小时。150首7.5小时。有点多耶。この手は特別系だね。さあ、こっちへおいで。Yeah.
啊？怎么漏了？昨天是猫日，今天23，猪老师。感觉是打不完了。每天晚上打4小时也打不完。僕の声は好きだね。どこかに届いたと。じゃあ、よだ。そう、信じているよ。颜值怎么这么重？现在才发现。哇，这样时间上好像算不太合耶。等一下，我的麦克风不是麦克风，耳机接触不良。32,000，平常也不会打这么多。哇，还要打吗？35,000。我看一下，决定我要不要继续打下去。打吗？这个，可是体力都吃了哦，头好痛。25号，20:59，现在23号，大概还有48小时。48小时内要打150首歌，150没错啊。150首歌，7.5小时，48分之7.5，将近1/7。哇，1000万分，1000万分也是10首歌啊，6500康哦，10首歌，7500个节奏符号，10首歌，10首有吗？10首很累，1200万，好像可以不用打了，好像可以不用打了，真的太多了。乐曲350，350，应该按它就不用打了，太花时间了，这个。太花时间
啊，那我看看一下时间分配，封山是礼拜几更新啊？不要说哎、欸，爬其他枝不要，不爬了，直接不爬。先看一下时间安排。是明天还是后天啊？活动没有写日期，很困扰呢。24号，明天嘛，明天更新，现在几？拜四，后天。啊，如果雷霄一起出的话，那就后天，后天来抽风山。雷霄的话，后天下午。哇，不爬可是看一下奖励，这个都吃下去了。那就看说这个卡片要怎么把它改吧。这么多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要加什么，在那张卡片上面比较好。我们可以来想一想，这卡片怎么改了？三层塔就十八层，三属塔就十八层，十八层，十八首歌，不是。他也是分开爬，他不能啊爬一个就达成，对不对？个体也没主塔印，可是他只能……那我要选哪一个？我看一下我的猕猴。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等级？头啊！ユニットの編成やアイテムを成長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よ。S Plus 吗？还是 SS 的？才 S Plus 哦。S Plus 我看就算了吧，等下次了。对啊，才 S Plus， 不是 SS。センタースキル。都是三色的。TNTA。哦，好懒哦。S 的应该没差 ，S Plus 应该没差吧。
是什么？十二秒钟确立。这都是加前面的啊，13秒高确率。哎呦，三星的，这是什么？7秒，就这个。哎呦，还可以改名哦，新爆气流斩。啊，虽然吃下去了，但是我累了，真的累了。看一下课题就不想打了。好，先这样，累了，休息。明天要开什么？石窟飞是要打，邦邦要打。好，石窟飞是加邦邦，其他就再看明天的心情和精神状况。好，今天先到这，感谢各位，明天再开，拜拜。